千金，千金，是。那个，这是粉丝送我的好多衣服，但他好像没有写信。哦，写了，不是。妈呀！不知道是哪位粉丝送的，谢谢，送我这么多衣服，谢谢。妈呀！妈呀！真的是妈呀！ 很好，很好，谢谢谢谢这位粉丝。哦，公子公子，是，粉丝送的我跟傅宇之前八幺八的时候一个同框的一个截屏吧，然后背面是他的照片，然后他说，因为完美假期喜欢上你和小精灵，特别喜欢你们在一起。 虽然小精灵走了，公子你在里面也要好好的。期待你和傅宇的再次同框，周猴子小精灵的友谊，勿忘初心，始终如一。小可爱小贤，谢谢你。女神也很想念小精灵呢，希望你们都能天天开森。谢谢这位。